怕冲走好手气，饮料着有小解积运。我想吃个饼子布。饮得咁辛苦，小心出事啊！福建福州有个58岁大叔老柳，上个礼拜三去打牌，手风顺到连食几铺糊啊！但系人有三急，佢又惊住去放水会冲走啲手气，忍咗2个钟，终于顶唔顺，点知？医生解释，膀胱积尿太多，短时间用力排尿会令到血管扩张，心跳减慢，导致暂时性嘅脑缺血就会晕低。医生话尿晕症多数喺中老年男性身上发生，严重噶可以冇命噶。